我们现在来组装哦，这台那个 BMW 哈、哦，好漂移24V 漂移的哈、哦。那我们先从轮子开始，把这个附上工具，哦，附上这个哈、哦、操作的工具。这个凸出来的这个是后轮哦，有分前后轮哦，平面的是前轮哦，平面是前轮哈、哦。来，我们先安装后轮的部分哈、哦。这边有一个螺帽，两边都有哈、哦，记得。两边要同时上去哦，不然的话你这样子的话，有可能会转不下来哈。两边要同时哈。我们先把这个螺帽拆下来，把另外一边的也拆下来。那它这里有一个橡皮筋，这个橡皮筋哈、哦，把它拿掉，因为这个只是预防说我们现在还没有组装，在搬运的过程，这个马达不会掉下来哈、哦。那我们现在既然要组装了，这个就可以把它拆掉。好，轮子哦，这马达把它放好。好，装上去。好，装上去之后呢，啊、哦，记得先上垫片，啊、哦，螺丝，哦，螺帽哦，另外一边也一样哈、哦。好，这时候要上锁，来，哦，两边同时，然后锁紧，记得后轮要锁紧哦，哦，轮子才不会掉出来哦，后轮必须要锁紧，哦，锁紧一点哦 ，OK， 哦，这样就 OK， 好，接下来换锁前轮哈、哦，那前轮比较特别哦，来我们看一下哈、哦，前轮是没有马达的，所以它里面有一块垫片。里面先放一块垫片，好，要记得哈、哦。然后呢，轮子哦，平面的，这也是平的哈、哦，前轮的，再上去。哦，上去之后一样上垫片。好，我们先稍微给它上锁哦，锁一点点哈、哦。再换另外一边。哦，一样。里面要有一块垫片，好，那前轮在锁要记住一个重点哦，前轮不可以锁得太紧太死哦，适当就好，你看哦，锁完之后，哎，前轮可以这样转是正常的，你不要哈、哦、锁到哈、哦、无法转动，这样不行哈、哦。锁紧之后要转一下，哎，正常 ，OK， 这样就可以了哈、哦。好，那轮子都装好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轮盖，哦，来，它注意要注意看它这个都有一个卡扣的位置，哦，孔洞对孔洞哈、哦，然后就拉啪一声，哦，就是 OK 的哈、哦。那四个都把它装好。那我们要组装椅子哦，来椅子，哦，那椅子的话，它有这个铁管哦，因为这个椅子可以调整前后，所以它有附这个伸缩铁管跟一包的这个零件螺丝包哈、哦。来这个哦，来前面哦，它这里有刚好有这个螺丝孔哦，所以这个哦在这里。先锁前面，把它固定好就好了哦。前面这里先不要锁，锁前面就好。然后呢，这一块哦，来，这有一个孔，有没有螺丝的，这个是向那一边哈，就把它插上去。好，哦，然后后面这个给它螺丝锁上去哈。
然后呢，哦，所以这边有两个螺丝孔要锁，这边也有两个螺丝孔要锁哦。来，这里有一个调整的哈、哦，这个，然后把它往后拉，有没有？这样放下去就刚刚好了哦。然后呢，螺丝是锁上去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方向盘哦，来，方向盘螺丝哈、哦，这个先把它弄起来。这个哦，会掉下去要拉上来哦，然后把线装上去。哦，这个有公母哦，看一下，这有一个凸起来的，有没有？哦，凸起来的。那这个地方哈、哦，凸起来的接上面哈、哦，卡上去。线要先塞下去，好。然后呢 ，logo 哦，方 B N W 的 logo 要正确。肉要插上去，但是现在这个掉下去了不行，我们要把它从下面这样，好，把它推上来哈。来，像这个掉下去了哈，那我们要先这样子哈，把车体稍微侧翻。好，来注意看一下这里，有没有？这个把它推上去，然后把它推好，让它可以跑上去，有没有？推好哈，扶着它，不要让它掉下来哦，不要让它掉下来，好，放下来。好，这个轴心就上来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放下去。好，然后我们要锁螺丝。看一下轮子哈，现在都可以操控方向，有没有？都完成了哈，都 OK 了。装这个挡风镜哈，然后一直都卡榫把它对好哈，全部都要对好。这个要确定有压下去，有些压下去之后有没有？好，仔细看一下，它就有一个凹槽，有没有？就有一个凹槽这样子，好，这就是正确的组装方式哈。好，把引擎盖，好，跟真车一样哈。哦，它这个板哈，它是这样子嘛，对，这里哈，旁边哈，引擎盖掀开，好，这是这一颗是我们电池，好，电池装好的时候要把它这样锁定。不要用的时候，或者是你要换别颗，没有电的时候要换别颗，哦，可以多买一颗电池哦来备用哦。没有电的时候就可以立刻交换，好、哦，就可以立刻交换，这样子就可以到我们的提升续航力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测试哈。那、哦、它还有一个这个这里，这地方注意看哦，这里还有一颗哦，保险丝，保险丝要插上去。插上去，好，这时候来电源启动，汽车已启动，请系好安全带。好，要后视镜哦。那这个呢，我有贴个英文哦，请你把这个保护膜撕开，它就会跟真车一样很亮哦。来，我撕开哈，我们看一下哈，好没有？就非常的明亮哈，非常的明亮哈，记得把它撕开。那方向盘后视镜很简单哈，后面旁边插上去就可以。哦，插上去。哦，咔一声哦。中间这一颗哦，这个就是对频钮哦，来设定的哈。基本上设定之后就不会跑掉了，除非你太久没有玩哦，它的频道才会跑掉哈，不然都要设好了就 OK 的。好，按住不放5到10秒会闪烁。哦，这时候手放开，闪烁就是在搜寻的意思。这时候车子启动，哦、立刻停止闪烁，表示对频成功。我们看一下轮子哈、哦。汽车已启动，请系好安全带。往后，往前，哦，好，这样就 OK 了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这台车组装就到这边 OK 哈、哦。这里有个开关，来看一下，这是漂移模式哈、哦，所以我们不用的时候就把漂移开关关掉，哦，想要漂移甩尾的时候才打开这样子哈。哦